陳志全議員。是，多謝主席。我繼續發言呢，是針對總目14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我繼續要補充呢，就是關於支持削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一年的全年薪金。咁頭先呢，我交代過呢，就是劉江華副局長去年呢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表現啦。咁最新鮮滾熱辣，其實而家呢應該劉江華副局長呢都是在日內瓦那邊，就是經濟社會文化事務委員會。咁喺呢個委員會上面呢，佢嘅回應呢，我覺得呢亦都係唔收貨，亦都係有呢個失職之嫌的。嗱，喺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係呢幾日開緊嘅，係批評特區政府喺照顧低下階層、反歧視以及保障兒童權利方面呢，係未有切實執行有關的公約規定。每年呢，政府都是拿回那些舊劇本、舊對白呢，就去答人家。人家說你照顧低下層不合格呢，劉江華副局長他怎麼答呢？他說政府在2011年已經實施了法定最低工資。即是你今年又是拿回這些東西，去年就制定了貧窮線，又推出了低收入家庭補貼，即是將以前做過的少少嘢呢搬返出嚟，就敷衍咗聯合國，就好似話做到嘢咁樣。咁聯合，咁頭先我講過性小眾議題當然有啦。咁我呢，這個呢，我哋香港就俾毛里求斯嗰個委員呢係質問啦，就關於呢有關同性伴侶住屋困難嘅問題。咁當然而家係冇可能解決到啦，即係兩個男仔兩個女仔佢哋冇婚姻關係，連民事結合關係都冇，佢冇可能去申請到房屋，冇可能係回應到聯合國呢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我成日話特區政府，如果你真係諗住唔做嘅，你就應該退出呢個公約，就唔係年年派個副局長去攞返舊劇本，照本宣科去敷衍聯合國，申請豁免啊。跟住我哋好多香港嘅市民又自己夾錢買飛機票又飛去聯合國，喺嗰邊就做一次台戲，就去鬧你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其實我真係發覺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係冇存在嘅價值嘅。頭先我講過嗰啲政制就叫阿林鄭做埋啦，內地事務梁振英自己搞就好好多啦。咁人權事務你係見到佢呢，其實係唔想做嘅，係做叫做咩，叫做最低消費，即係你叫你鬧鬧到要敷衍，咁咪做少少囉。你話我立法我就唔立㗎啦，咁我話增撥資源，又話教育，咁增撥咗咩資源呢？頭先我啱啱唔夠時間去講嗰組數字。綱領四，個人權利之下，促進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平等機會嘅預算呢，係只有298萬，咁當中扣咗嗰啲人工啊，嗰啲職員開支得返200萬。咁喺其實相比於整個綱領個人人權嘅預算開支嗰2300萬呢，呢一部分呢只係佔當局人權預算開支嘅 15%。如果扣埋人工呢，只係佔 11%。即係請問，即係做鹽唔鹹，做醋唔酸，就係呢啲啦。嗱，2013至14年度政府撥向民間團體，即係關於平等機會性傾向嘅金額83萬，當中呢好多規限㗎喎，好奇怪㗎喎。第一，佢唔能夠請全職僱員嘅，咁又唔能夠買資產嘅，即係你譬如買張台80蚊唔准買，你租100蚊俾你租，但係買呢80你都唔准買嘅。雖然即係2014至15年度呢個資助計劃預算呢係增加到125萬，但係嗰個規限呢仍然係非常之僵化，即係唔好話個全職職員係唔俾請啦，係應付唔到大量工作。陳議員，我再提醒呢，你講緊係要削減一個官員嘅薪金呢，係唔應該去詳細去討論佢負責嘅政策嘅。
好，咁呢個呢我就唔講啦，我又講返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佢點樣即係副局長定局長我唔知啦，所以兩個都係削嘅，佢哋就點樣去敷衍話而家唔立法啦，咁成立咗一個叫做消除性小眾歧視諮詢小組，咁開咗四次會，咁我唔講得個會裏面啲內容㗎，因為係保密嘅，我有份㗎嘛，就可以兩個字講俾大家聽，就係鬧交。咁啊，成果成疑，呢個係政府或者局長諗出嚟嘅天橋啦。個委員會就兩年，所以你哋一切嘢唔好講啦，喺個委員會講，委員會傾完兩年，再講下一步。咁個證咧，又俾你拖咗兩年啊。跟住你就話繼續話宣傳教育，但係宣傳教育做咗啲乜嘢呢？局長又係副局長又係揸住嗰幾樣嘢，我都背得翻俾佢聽嘅嘢，就話佢做咗。我舉實際嘅情況啊，頭先我講嗰個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啦，根本就係廢㗎啦。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就知道，沙田有一間國際學校，國際基督教學校，就要僱員簽嗰個話自己唔係同志或者唔係有性別認同啦，如果唔係就炒得啦。跟住我去信政府，咁教育局都算好嘅，教育局係處理有跟進處理，但係呢原來佢係無能為力嘅，佢只能夠勸喻嗰間學校呢去遵守呢個守則。如果間學校而家間學校就出咗嚟話啦，我哋唔遵守㗎啦，我哋教會學校，咁跟住就冇㗎喇喎。其實喺呢啲問題上呢，最大角色就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不單止是沒有主動介入這些情況，而且呢是避得就避。另一個避得就避的例子呢，就是近排我們現在講的婚姻修正條例。那我曾經同過局方的高官去講過這件事啦，跟住對方就好好笑，他說不關我事，保安局的事，即今次唔好嚟煩我啦，保安局嘅事，因為呢個係結婚嘅法例，就係保安局負責嘅。嗱，呢個又係嗰個官僚同埋冇心做呢件事嘅。其實你負責人權嘅一個局方，你應該去主動去睇下任何政策、任何條例有冇你嘅角色。嗱，大家公聽會嗰陣時候，如果有聽知道啊，啲教會就嚟話啦：哦，你弟子變性人可以結婚，我教會可唔可以豁免唔幫佢做婚禮㗎？咁樣。咁呢個你唔問黎棟國，黎棟國答唔到你㗎喎。佢係負責婚姻登記官簽字嗰條法例㗎咗。豁免唔做呢啲婚禮，呢個係咪有豁免，有冇法例？呢個係人權或者係叫做歧視條例嘅問題嚟㗎喎。呢個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嘅角色。但你睇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其實佢就唔想做嘅。所以呢，我而家唔係話扣啊局長人工添啊，係成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我而家支持跟住發言，就係支持772條啊，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般部門開支嘅全年預算，根本啊都唔需要存在啊。嗱，你我頭先講你嗰幾個範疇可以分俾人做，人權範疇你唔想做，你冇做過嘢。嗱，問心嗰句，譚志源局長唔喺度啊。佢上任以嚟，香港嘅人權有乜嘢增進咗？長毛如果有時間，你一間諗下諗到，話翻俾大家聽。我覺得係冇，而且仲係倒退。咁你係咪白出糧啊？你個局係咪白用錢啊？嗱，又跳一跳講第二啲。政制及內地事務其中一個主要功能咧，就係推廣基本法嘅。呢個就真係好笑，我一路年年都係咁樣，有機會都鬧嘅。嗰筆錢呢又有另一條修正案㗎，推廣基本法，梁國雄議員同黃毓民議員第783同784呢都係要削減1600萬政制及內地事務過嚟推廣基本法嘅全年開支。根本成個推廣基本法嘅方向就錯曬。第一，法律就嚟遵守嘅，唔係我嚟擁護嘅。佢最叻搞咩呢？以前呢，我哋啱啱有基本法年代呢，就喺無線買個節目，使幾百萬就做個晚會，有啲趣劇，跟住唱兩首歌就舊曲新詞，擁護基本法咁樣。咁你做嘥咗咁多錢去做埋嘥呢啲咁嘅嘢，你對個基本法嘅香港市民對基本法嘅認識
是什么呢？其实推广，所谓推广基本法呢，应该是要市民认识和讨论基本法，因为基本法不是死的条文，没得拥护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很富争议性的嘛。你45条理解和我解又不同了，香港居民的定义理解和我解和法院解又不同了，怎样拥护呢？是吗？拥抱就这样拥抱而已。所以我亦会支持呢，是梁国雄议员这个作为推广基本法的开支。现在呢就是政治包装基本法，就是用你们或者政治上对官方有利的就包装了。其实现在那个政改咨询讲的基本法什么有商有量有根有据，那个广告其实一样的，即是洗脑洗脑广告。所以一会儿又有议员提出是削他那个宣传整个局的宣传费，就是希望阻止你那些所谓洗脑教育，是运用所谓政府资源政府 API 或者政府给钱出去做的广告。不过老实讲，你们政府呢，即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做的广告呢，是收不到效的，是调返转头，因为这么多年都是僵化的。一张海报设计没有创意，宣传手法没有创意，印埋晒那些笔啊，这些呢有商有量实现梦想的笔啊，这样。你认为这些就能够推广到你那个政改咨询，能够推广到个基本法呢？其实是错晒啊。所以呢我一定会支持削减基本法的费用。即总结呢，关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人权上面，我真的希望我们通过无论是削减整个政制内地事务局的整体开支，定是只是针对官员有一年半年的薪酬，我希望两位局长都好好回去反省，尤其是在人权事务上，究竟你为香港人做了什么事，究竟你为香港的弱势社群，包括残疾人士，包括这些性小众人士做了什么事。另外一个呢，我都最后点出呢，就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里面其中一个纲领五呢，是关于平等机会委员会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但我知道呢，政府和平机会呢其实是没有沟通的，很多资源呢亦都没有配合去运用。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刚才讲过委员会消除性倾向歧视小组委员会的小组，我们拿了一笔钱几十万咁啦，去做一些性小众的聚焦研究。平机会又用了一笔钱，又是去做类似的事。平机会当然他那个钱呢大过我们的钱，还近100万去做更多，包括为了将来立法的咨询。但是呢，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发觉呢，政府呢是跟平机会是没有沟通的。而且比如你看今次的婚姻修正条例都是啦，平机会的立场呢跟政府的立场是完全相反。而问政府在草拟一条法例的时候，婚姻修正条例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去征询过平机会的意见呢？答案是没有。平机会呢都是在我们好像一般市民这样派一个代表在我们公听会拿三分钟时间去发言，给他的平等机会意见。但是平机会不是一般的民间团体组织来的，平机会是政府拿我们要在财政预算案里面拿钱的组织来的。平机会今年呢是拿了应该是近亿的拨款的。但是政府原来又是那种心态，因为要向联合国交代有这个机构有拨款，但是没有沟通，亦没有尊重平机会的意见，是呢一意孤行，在很多政策上面都是见到这个现象。所以呢，今天这38条啊，有关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其实我就没有针对讲其中很多呢，就要 cut 那些内地办事处啊，内地经贸粤港办事处那些开支。我想其他提出的议员呢，一会儿有时间会是详细去论述
咁我特別支持呢，就係要 cut， 下次再講。